从路边的角度来了一下整个环境，面积算蛮大的，旁边长长国道也很长，推上去比较平缓，但是有点长。贩卖机、厕所，环境非常的干净舒适，感觉是有点不常可能远。礼拜六、礼拜天日出的时间，也许很多人来。维持还不错，然后是这叫什么？整个立起来的墙壁呢，应该是爬山虎吧，长得不错。刚刚还有人在这边割草，看起来都有安排工作人员，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。二寮观景台日出，二寮观日亭，感觉应该是最近刚盖好的。下方的这个廊道，都是石子路了，所以基本上至少防水很好，吸水很好。住新化十几年来，印象中之前来好像没有这个，也许往后爬一下就好了。这是下面算廊道吧，有点算多余区，上面就是观景台。